刚才你片子里边说这济南人打招呼的时候叫人什么来着？都叫老师。你用济南话说一下怎么叫？老婶儿，你长得真俊啊。老婶儿，老婶儿。在济南的话，老师是对别人的一种尊称，比如说在那个公交车上，司机就会说里边的老婶儿往后走一走，然后乘客就会说老婶儿你踩我脚了，哦对不起老婶儿，我是故意的。